大家好，我是徐永新，文化大学教育推广部的绘画讲师。那这次呢，为大家带来的课程呢，是亚克力手绘，宠爱毛小孩彩绘喵儿篇。那这边呢，有四张就是上课的课程作品的示范。那我们这次的课程呢，主要会带给大家的是一些基本的亚克力技法，然后加上一些场景，就是希望自己如果模拟成毛小孩的角度的话，会希望来到什么样的世界，不只是在家里想象中会有什么新的世界想去探索。课程内容呢，我们会教很多亚克力的包括打底的技法、上色以及干刷或者是渲染的技法。除此之外呢，还会有关于构图上面还有色彩学的应用。那构图就是主要会是讲各个姿态猫咪的骨骼结构怎么画，然后毛发、色泽以及阴影的应用。那除了这堂课主要是画一些场景之外呢，还会有未来会推出色铅笔的课程。这个呢是可以根据自己跟猫咪的照片来画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，谢谢大家。